时间每前进一秒，都会把过去化为回忆。青春飞扬的心，仿佛是开在夏天的向阳花，那么绚烂，那么美丽。当时间的脚步来到了别离，校园里的欢声笑语，悄悄地踏入我们的心里，像是永远抹不掉的足迹。将勤劳，全部人都在读书。统考啊，能不读书咩 ？OK，Sorry， 学霸不一样哦，可以睡觉。现在，哎呀，学霸不用读书也可以比我们高分啊！继续睡啊，继续睡。Sorry， 不用读书咩？帮你垫底吗？不 OK 咩 ？OK。多分80啊，哇哇，八分哦，还有成吗？是吧？啊，没有。其他科目？其他科目英文叫90哦。哇，这个高比我还高，可以。那时候我在食堂吃东西的时候，然后嘛，鸡就过来就陪我吃东西，然后就跟我讲嘛，你知道齐全是吗？齐全什么事？齐全有肚中个学长坐在班上吃东西，我讲哇，这样衰啊！鸡就跟我讲，然后那个学长当时就想出手啊，然后老师跟他讲，你是不是在班上吃东西？然后跟我齐全讲，我说我没在班上吃东西，你确定没在班上吃东西吗？学长说这不是你第一次了，然后嘛，你上一次在班上偷吃东西的时候偷吃鼻罩，连我在现场吃的时候都嗅到你的味道了，很重的那鼻罩味道。然后你又在班上买蛋糕、插蜡烛、点蜡烛为自己庆祝生日，你有病是吗？还是你没朋友？老师，我确实真的是没朋友啊。你没朋友是吗？那不是重点，我们现在来讲重点。重点是你为什么在班上偷吃东西？现在我要你拿你 pocket 里面所有糖果跟饼干出来了吗？老师，就只这些而已。你确定只这些而已吗？学长，开书包给我看一下。哈，老师，这些不是我的，是我朋友放进去还是之类的。哈，你不是没朋友了吗？老师说了，我不想听你讲那么多借口，现在我让你写报告，我记你小过。然后我走出去鸟宿的时候啊，为什么那么水啊？钟老师抓到，就他 on the way 回班的时候啊，瑞勇走来，齐全，哇，齐全那时候整个都很生气那种。瑞勇什么事？开我中桌，中没收饼，找我什么事？没有了，齐全，我只是要给你捏饼干。那时候齐全整个人，哦，升天啊，这个魂飞上天了，好像看到天使找金的样子。就刚好Gigi他看到齐全，他就问齐全，齐全什么事 ？Do you believe in love？ Gigi看着啊，哇，wow ，OK， 拜拜。那件事。不能啦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不行。讲不配的，你又搞个矮。可先生，你不对吗？这是事实吗？哇，那不是哦，我要60。嘿，好像。好像嘞。这个把啥？
东啊，你要做什么？上篮不进了，回去防守啊！你要靠你队友做到完吗？你自己做的 mistake 自己去补吗？打球像我们做人家，自己做错了自己去补，不要每天依赖别人，知道吗？来，去旁边冷静一下。对。东，为什么这样伤心？一个人在这边。累。为什么累呢？没很久没有进步。东 ，it's okay 了。我们是一个团队的，有我们就一起进步。赢球是一起赢，输球是一起输。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东。大家听着，我跟你们讲，教练不喜欢没有心的球员的。来练球就要用心。曾经我们计划途中有一位球员，他每一次选人的时候，他都是第十三位都落选。他每一次选完落选了之后，都会在球场里面流眼泪，掉下他的男儿泪。教练看了有些时候也是很心痛。但是今天他从没有打到有，他终于进我们的球队十二位里面。他不只是十二位不了，他还曾经创下球队的高峰。他曾经在一个关队里面拿了四粒三分球，结果他整场球射了七粒三分，进的总共拿了二十多分。那位球员就是我们的季东。在场上是谁给我们力量？是兄弟。在场上是谁给我们信心？是兄弟。在场上谁带给我们最后胜利？是兄弟。有了兄弟，绝对无敌。谢谢你们在我最伤心的时候陪伴我，谢谢你们，有你们真好，兄弟。没关系，东，没关系，我们会一起。跟风了，就班上哪一个人得宠了，他就去泼他这样子。我觉得老师真的是不应该选他做模范生哦。先跟我讲哦，你这么事，你这么你有事哦？你到底什么事情？就没有事了，做什么？你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在那边哭，人家问你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你都不要讲，你心情会影响大家心情，大家不能读书嘛。现在是我一个人穿啊，你有没有想过每次走在走廊的时候，大家只给你打招呼，而我在那边旁边没有事情做，你有想过我吗？算了，我不想跟你吵了。Yeah!
有没有这样讲？我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就叫我们在一起。这六年里过得很快，是因为有你们在身边。这是一个你家心仪的夏天，就我们回忆，不会这样子就被磨平了。快点！以后兵马剑，坚持，坚持，美色，红，美色。每个昨天，我只想铭记这瞬间。在过程中所经历的、得到的，都将成为我们青春里最美好的篇章。